呢，我们通过深海的实验平台的搭建，完成了深海胁迫实验的处理、深海样品的原位固定以及深海重要环境参数的原位检测，从而为深海生物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样品和数据。也相信利用这些样品和数据，我们可以对深海生命的独特现象进行更深入的解析。